伊斯特尔节。伊斯特尔节是先将绳子两端各系打一个双圈锁结，然后绳子从下向上沿着主绳缠绕四到五圈后，向下压住最下面的绳端，绕主绳一圈穿出。挂上主锁就完成了。迪斯特尔结是一个靠摩擦力起作用的抓结，在攀树运动中常用此结。这个绳结的打法源于双套结，是双套结的上半部分多绕几圈用来增加摩擦力，抓紧主绳，而且只能单向受力，很适合沿主绳上升下降。